我要跟和他们自爆。这我爸妈饿了，这咋活呀这？我得扒栏杆，这个栏杆能扒点钱。栏杆能扒点钱，拿的是他拿的是引诱弹，是不是？门跟那一个地方呢，我去，这十五，哎呦我去！开门，拼手速吧！啊，这是来过的地方，铺那边去呗，过来啊！哎，你把怪引过来干啥？我真是服了我。能不能不跟着我？哎，我剩半滴血，真是猪队友啊！我真是，我真服了我。别跟着过来呀、啊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哎哎哎哎，我去！这不没完没了了吗？这不，快死！死去吧你！我的哥，太难了。别告诉我这也翻过了啊！没有没有，这个有一点点。别告诉我上面有怪啊！啊，有个斧子了。我看一下啊，咱们得把整个咱们在那个天数还不多的时候，应该把我们那个整个营地啊弄成鸡眼给糊上。我剩半滴血。我吃啥呀？没啥吃的。我家还能不能找着了？路了？止痛药啊，来点这个吧。你那里显示有天数，第八天了。止痛药，挺好，挺好。啊，可以，可以。